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 Siti。咁今日玩嘅就系数码暴龙灵魂猎手。咁我唔会讲数码宝贝噶啦。系啦，好啦，诶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自己调转咗个 mon。咁啊，开始啦。揿埋 Facebook 登入先。唔知会唔会玩得耐咧呢只 game？ 喂，你调转咗个 mon 嘅，我睇睇咩事先。唔理啦，我调翻转先。OK， 咁啊，我自己调翻转啦，大家睇唔到我调转咗个 mon 嘅，其实好咁改翻个名先，系啦，魔人 save，OK， 咁入 game 咧，我真系未玩过啊，咁一开波咧就要拣一只数码暴龙啦，咁其实我中意嗰只都冇喎，算啦咁，我中意连高手，但系连高手啲攻击力都，连高手高过。滚球兽因为独角兽，独角兽好多体力啊，唔理啦，连高手啦，系啦，咁啊，开波啦，哦，呢个喺边度啊？究竟系圆圆的球？喂，佢跟翻呢个太一撞到呢个滚球兽嘅，唔系，系黑球兽嘅情景咯，系，咁唔好睇啦，我相信动画仲好睇啦，系咪？点解？但系点解会遇到呢个副加兽？叫副加兽因为？唔睇啦，剧情唔睇啦，系啦，真系唔睇，唔需要睇。虽然中文字，但系唔知点解唔吸引我。我以前玩一啲日文 game， 我都想睇剧情啊，呢个真系唔想睇。我想快啲玩啊！成长呢个系成长素材啦，数码结晶五星嘅喂，佢会点样成长啊？都系两星啫，我进化可以夹重修啦，但系又要素材啊？咩素材嚟？好甲虫兽啦！哇，喺哇喺佢个画面真系有啲，点解连啲边都咁差嘅喂？我见到只甲虫兽嗰啲边系起咩噶？系起牙噶？呢个召唤数码兽啊 ？OK， 召唤啲乜嘢咧？究竟我睇唔到系咩嚟喂？领取咗先咩嚟噶喂？佢太快啦，我睇唔到啊！哦，西拉兽一条鱼啊，机械鱼添。咁啊，再抽啦，得唔得咧？唔知够唔够咧？前往冒险，喂，冇咯，要前往冒险咯。咁应该都唔难打噶，哇，好大个头啊！只西拉兽叫西拉兽啊喂。咁啊，自动技能同埋诚意啦，睇佢自己打啦 ，OK 嘅。呢个类似呢个七骑士嘅玩法啦，都系有十项嘅技能俾你揀嘅。咁啊，有自动技能，有诚意呢个功能嘅。咁啊，教我用技能啦，破坏之矛。哦，但系你话俾七骑士咁啊，真系差好远。唔好谂七骑士呢只 game。千祈唔好谂起七骑士玩呢只 game 嘅话，系冇得比噶。好，咁啊完成呢一关咯。诶，咩时候啊？有啲怪声嘅喂，又嚟呢个小帮手滚球手黑球手啊，黑头兽啊，讲咗完成新玩家，完成乜嘢喂？完成登入 ，OK。我有咩攞行动力20。唔使睇啦，我系购买嘅呢个系购买成就系有咩攞咧？数码兽嘅有得攞，呢个咩嚟噶？进化两次啊，就变达人噶啦。有冇再抽咧？冇噶啦，我相信。咁啊，边度抽？如果系抽嘅话，应该都冇得抽噶啦。喂，而家攞嘢喎，红宝石十个。咁就。真的冇得抽，我想抽嘢喎！召唤数码弹随机，哇，500先抽十个啊，好唔清晰喎、啊！抽奖嗰度成就又有嘅，喂，系咁攞石啊！啊，我唔理啦，数码器唔通，啊唔理啦，开波啦，系啦，打多几关先。OK， 咁就依家去边啊？喂，森林二。揿唔到，我净系可以揿心六一，揿心六一啦。
净系得两只，好似好唔公平。我小丑王咁嘅样嘅，大头怪婴咁样。我好似几劲喎，呢只细奶神犬，神鱼细奶神鱼呢条系。喂，咁耐嘅下一关 ，OK 出嚟啦，终于。冬眠完啦，对面嗰啲敌人，喂，重球，唔痛。唔痛嘅硬爪，其实系咪即系普通攻击？大甲重兽好似系发电噶喎，会咦电喎只西拉？但我想升只甲重兽做呢个比多兽先，跟住就超比多兽，跟住就究极比多兽，系啦。好，下一关。我想抽多一次嘢啊，唔知打多几关都唔得呢。佢个手抽唔通就係呢只细奶手。细奶手。咁一开波啲关卡都唔係难嘅，但係好似即係差真係唔識讲啊呢只 game。如果係比起 Digimon Links 嚟讲呢，就真的差太远了。是啊，我自己这样觉得啦。有少少求其添，给我的感觉。即做这只 game。是啦，真的有少少求其喎。佢嗰啲佢啲画质啊，嗰啲各项啊咁样。流畅性就唔使讲啦，就我都觉得呢只 game 都唔好流畅添。即是他这个关卡换关卡之间呢，他是很卡咯，真的很卡咯，关卡换关卡之间。那我继续玩下去先啦，非同兽没理由玩下玩下停下的嘛，玩下先 ,ok。开下技能啦，可能是我不开技能的问题。哇，不死因为根性啊，好血的咯喂。好普通攻击。咁佢咁自动开技，其实佢都唔系自动开技。我见到有啲技都会留翻去度。咁属性相克就简单啦。咁啊，系啊，佢直头有个图俾你睇添。你 D 嘅话咧，你就会克 VA 啦；你系 VA 嘅话，就会克翻 VI 啦。咁而你系 E 嘅话，又唔克人，人哋又唔克你啦。真系差好远啊！同呢个 Digimon Links。Digimon Links。好搞掂，咁打出去嗰阵时咧，应该系黑俾人属性黑住嗰阵时，系基本上系扣蓝色嘅，系啦。下一个关卡咁就仲系继续玩下先啦，系咪先？好 ，V， 仲未见难度啊，不过我想抽多一只嘢先，真系。嗱，啱啱讲过噶啦，就系换关卡嗰阵时个流畅性比较低啊，即系佢系无啦啦跳一扎嘢出嚟，跟住系你过咗关之后，佢无啦啦会停一停咁样 hold 住，系啦。OK， 咁就开晒技能啦，普通攻击，普通攻击花喷雾。连花嚟喂，花喷雾，我要死咗只甲虫兽添，多变夺命镖啊，咁劲嘅啲名，好威猛啲名，喂识笑噶、哦、，OK 喎、哦，赢咗识笑、哦，呢、這个真系外表外表唔仔细，内里好仔细，呢个意思就系、是，系，但系佢真系起硬噶、哦，佢嗰啲怪。看有咩攞先，成就期间成就好多体力。我谂打再打多几关就可以抽一次啊！咁我抽埋嗰一次先，好想知道会抽中啲乜嘢话。OK， 咁啊继续啦 ，Go Go Go！ 究竟会抽到啲乜嘢呢？好，
重球、松球定重球啊？好 ，Win， 转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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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 hold 住咗。OK， 花喷雾啊，又系，好普通攻击。喂，仲有好多攻击未开，等我开晒佢先。有啲技能，啊死咗啊！即刻重修。嚟，系啦，搞掂搞掂搞掂。喂，补血都要开技。好啦，搞掂佢 ，OK， 都搞掂咗啦。有冇得抽咧？升咗呢咯喎，睇下先，应该有嘅。哎，直接有得抽嘢喎，咁我唔理啦，抽咗一隻先，系啦，数码弹，抽咗啲咩咧？究竟？喂，俾啲正嘢我，喂，海龙兽，睇下点嘅先，都好过冇。OK。咁啊，揿落去先配置。诶，原来我有只幼虫兽噶喎，咁我又配置埋落去啦。诶，配置唔到嘅点解？啊，得啦，搞掂。咁啊，计，我相信应该得闲都会揿下嘅。但系我真系觉得 Digimon Links 好玩好多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始终大家都系数码暴龙啫，就系咁简单。咁啊，今日玩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希望大家知道这 game 究竟是怎样，可以看完之后是啦。如果都是想玩的话呢，在影片说明那里有得 download 的啦，我会放埋个网址出来的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如果看完这段短片你是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。如果想得到更多新 game 的资讯，可以订阅我的 channel。如果想深入了解我，是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的。多谢晒。